下。公司新来一女同事，我觉得挺漂亮的，我想追她。我妈说啊，找对象不能只看别人的外表，也要看一下自己的外表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陆超啊，这个月业绩怎么回事啊？全公司倒数第一。老总啊，我很努力，可是业绩就是上不去呀。那肯定是加班少了，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加两个小时班啊。陆超啊，非常棒，进步很大呀，你这个月是公司的销售冠军。真的吗？谢谢老总。还是要加班才能出成绩啊，我要号召全体员工向你学习。你更应该给大家树立好的榜样。怎么树立呀？从今天开始每晚加班四个小时。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来晚了。没事，你好，我叫托尼。托尼，你是做什么的呀？我是做美发的，你发质不错。哦，谢谢啊。其实做美发挺好的，现在大家都挺爱美，生意应该挺好的吧？还可以吧。你要不要办张卡？店就在这附近。哦，好呀，好呀。好了，咱们还是聊聊相亲吧。你喜欢吃辣吗？喜欢呀。那我们可能不好吃，我不喜欢吃辣，不好意思了，再见。这小姐姐真漂亮。美女，你叫什么？我没有叫啊。我是说您贵姓？我爸姓什么我就姓什么。那您爸姓什么呀？跟我爷爷一样。那您爷爷姓什么？我爷爷的姓跟我一样。有人。你家住哪儿？我下班回哪儿，我家就住哪儿。那你下班回哪儿啊？回家呀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问我这么多，你是不是想追我？来一份那个肉丸子，那多少钱？5块钱两个。这也太便宜了，我不吃这个。这多少钱？这15块钱一份。来一份。哎，这个鱼多少钱？鱼20。我不吃这个的，太便宜了，来份鱼吧。这鱼是不是有刺？鱼肯定有刺嘛。我不能吃鱼，我怕刺。我看别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说你怎么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？你想白吃的吧？你虽然没有顶到下的刺。但是这个碟子我得要人洗吧。啊，对，有什么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，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。老婆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我快不行。你打开那个柜头，拿那个盒子出来。哦，我拿完了。你打开，有件事我想告诉你，这么多年来，每次我想跟你离婚，我就会往里面放一个鸡蛋。你跟我受苦这么多年，才想过离婚两次，辛苦你了。这钱呢？这5万块钱是我卖鸡蛋得的。是我卖鸡蛋得的。外卖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明天就要辞职了，有2周后想跟你说。2年了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我是一路看你胖过来的，少吃点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哦，飞爷，哇，还不错哎。嘿，是吧？给你了。369 the kids drink wine the moon.你好香。我太难了。刚刚趁我女朋友洗澡的时候，我翻了一下她的手机，发现了她跟她妈妈两个人的对话。她说
这两天他有点胸口闷，待会儿想打我一顿出出气。他妈妈回复了他两条语音，第一条语音说不要无理取闹，第二条语音说先翻旧账铺垫一下。我太难了。他应该已经洗完澡了，明天如果我不更新的话，希望大家可以理解。你又打游戏，你又凶我。以前从来不凶我的，他才结婚一年多你就开始凶我，你说我还怎么办吗？那你呢？你就没变啊？我没有变啊，我一开始就吹，我现在还是吹，我现在还是吹。对吗？服不服？我还打不打？性感。No, no, yeah, 老板，这季度报表看一下。你看啥呢？这上面说了，这样有间接性接吻的感觉，试试。来公司五年还没有女朋友，单身狗过情人节的方法果然不一样哈。重做，出去。好嘞。哎，你好，你是要办什么业务吗？我要存钱，这边 ATM 机坏了，里面排队的人又太多了。这么巧啊，正好我要取钱，你要存多少？我要存3000啊。这么巧，我正好也要取3000，这样，要不你把你那3000给我，这样我也不用排队取了，你也不用排队存了，多方便。有道理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是吧？咱还省一笔手续费呢。没错，给你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人长得丑，脑袋挺聪明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没想到你人长得丑。哎呦，二百多你在头上爆扣 ，No fly， 我根本不是爱豆。小哥哥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有啊。那你介不介意多一个？不好吧？那你介不介意换一个？换一个。不是你谁呀、啊？来来来，快拍快拍！他们要生气了，生气咱们就火了。那你介不介意我亲你一口啊？想火是吧？要你管！我跟朱总约好了啊，一会儿人家来，像对待自己亲爹一样对待人家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我也知道朱总那个人呢有点狗，虽然这个人呢有点事儿多，但最起码给咱们点饭吃嘛，好生存嘛。咋？俺那沈龙呢？前儿都坐俩小时。哎呀，啥玩意儿整的是？听你刚才捣鼓，谁是事儿？不是，我这公司行了，事儿还挺多。小刘会说话啊，亲爹完蛋了。像对待自己亲爹一样对待人家，能不能做到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小伙慢点，这治呢吗？这咋的？这你们公司这爹一般的待遇呗？爹呀、啊，给我20000块钱，我买个手机。再你给我买台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单身多久了呀？快2年了吧。抱歉，让你久等。不用不用，我等的又不是你，我等的又不是你，我等的又不是你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惆怅？今天去相亲了吗？那女孩怎么样？人挺好，长得挺漂亮，就是胖点，200多斤。娶了。
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一个月的工资是3500，早晚饿瘦他。早晚饿瘦他。哎呦我的妈！